旷野不再荒凉，已长出香柏树林，人们不再昏昧，已睁开属灵眼睛，哑巴不再闭口无语，要开口讲话，摊子已经站起来，开始行走。耶和华已在我们中间，要兴起，兴起，他的队伍浩浩荡荡，遍满全地。耶稣基督要改变这个时代，多人奔走，传讲福音，述说神的爱，心中燃烧着一团火，萌发着一种爱，不可阻挡，就要燃烧，燃烧起来。圣灵要在这里行奇事，行奇事，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，在这个时刻。荒野不再荒凉，已长出香柏树林，人们不再昏昧，已睁开属灵眼睛，哑巴不再闭口无语，要开口讲话，摊子已经站起来，开始行走，耶和华已在我们中间，要兴起，兴起，他的队伍浩浩荡荡，遍满全地，耶稣基督要改变这个时代，多人奔走传讲福音，述说神的爱，心中燃烧着一团火，迸发着一种爱，不可阻挡，就要燃烧，燃烧起来，生命要在这里兴起，是星星时，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，在这个时刻，旷野不再荒凉，已长出香柏树林，人们不再昏昧，已睁开属灵眼睛，哑巴不再闭口无语，要开口讲话，摊子已经站起来，开始行走，耶和华已在我们中间，要兴起，兴起，他的队伍浩浩荡荡，遍满全地，耶稣基督要改变这个时代，多人奔走传讲福音，述说神的爱，心中燃烧着一团火，迸发着一种爱，不可阻挡，就要燃烧，燃烧起来，生命要在这里兴起，是新新事，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，在这个时刻，心中燃烧着一团火，迸发着一种爱，不可阻挡，就要燃烧，燃烧起来，生
在这里敬祭是心心喜，就在今天，就在今天，在这个。